愁绪挥不去，苦闷散不去，为何我心一片空虚？金钱已失去，一切都失去，满胸恨愁不可消除。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？为何我的心不会死？明白到爱失去，一切都不对。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？爱意是负累，相爱似受罪。身体如更满苦累，旧日情如醉，此债怕再追，偏偏痴心想见你。为何我身分秒上着过过去？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？前失去，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？爱意是负累，相爱似受罪，心底如更满苦累，旧日情如醉，此债怕再追，偏偏痴心想见你。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过去？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？情意已失去，恩爱都失去，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？情意已失去，恩爱都失去，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？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本节我来讲一下这首比较经典的怀旧的这样的一首老歌，叫做《偏偏喜欢你》，是这个陈百强的歌。这首歌呢是都等于 G 调，然后呢也不用变个夹，就是用的呢也是这个 G 调的指法。这首歌呢伴奏起来比较简单，我编配的这个右手的音型呢只有一种，就是这个 T1231。二三指是同时的，就是1234。这个 T 指呢会根据不同的和弦的根音的不同呢，这个琴弦有所变化，大家参考乐谱。和弦呢也不多，一共只有八个和弦。主要呢就是这首歌的前奏部分。这个编配呢，也是按照原曲的这个前奏的感觉来编配的。可是我们这个G调的指法呢，就要顾及到整体的这个音乐的听感，还要顾及到这个旋律的线条。开始和后面的这个八度是有所不同的，跟原曲大家听一下是这样的感觉。本来开始的时候旋律是哒哒瑞西嗦拉嗦拉嗦咪瑞哆，接下来应该是这样的哒滴哒，这样呢加上伴奏的话就会太低，后面的部分我就移上一个八度，就是这样，然后快速串到这里，这样的一个旋律的线条加上伴奏的配合。下面呢我慢一点一点一点来演示这个前奏。开始呢这个前奏部分用的是一个 BM7 的这样一个指型，大家看一下，但是呢有所区别，就是这个食指呢不是完整的横按，它只是对五弦和三弦的二品负责，然后呢
这个地方有翘起，就是一弦不要按住，一弦要保证空弦，这样才更容易演奏这个部分，这样的。这就是第一个小节第一小节的只有两个音符，实际上就是这个哒哒哒哒，这个音过去以后呢就是第二小节了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左手是不动的。后面呢还有一个伴奏的延续，这样，这是第三个小节，是这样的，有一个三根弦的一个拍音，然后变成了一弦的三频，看一下小指呢在弹完了这个二弦的三品呢，然后迅速的要移到一弦的这个十品上去，这里完整的我慢一点点演示一下这首歌的前奏，用比较慢的速度，大家看一下左手右手，的前奏部分，我再慢一点，从这个我们看一下第一、第二、第三，从第三小节的后面两个音符，这样的，这个是G调的音高，这个我们看一下，哆哆拉拉的时候，实际上是一弦空弦，弹一弦空弦的时候呢，给我们左手提供了一个时间，再回到上面第一把位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前奏。前奏过后呢，就是比较简单的伴奏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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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这个 BM7 呢，我没有按完整的，因为只是弹了这个5/3弦，没有弹四弦。和弦呢都比较简单，这个 G 调的一级 G 和弦，然后有二级，这里是 AM7， 然后三级是 BM7， 还有四级 C 和弦，然后五级 D 和弦，然后有六级 EM 和弦，这里面还有一个三级的大。三级的它有七和弦 B7， 就是三级有两个，一个是 BM7， 一个是 B7，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七级是升 FM7 降五音和弦，这个是七级的小七和弦降五音，一共呢就是这八和弦。好的朋友们，本节呢我们就到这里，具体呢请朋友们参考乐谱，这是一首比较简单也比较经典的一首歌曲，本节我们就到这里，再见。